是大便还甘露？最香的，这个世界没有脏的东西。你要了解为什么极乐世界这么清净，这个世界没有脏的东西啊，这个世界没有污秽的东西。凡夫认为它是污秽的，一个佛心认为一切都是甘露，一切都是最清净的。你要这样去观想，所以你的先生要找你，去亲近了。天哪，我今天要做佛母了，去吧。啊，你的太太哇，力量很大，老公睡觉 ，OK， 今天要做佛陀了。你不能说可怜哦，我要出家哦，我要八关斋戒啊。你可以有欲望，但是把欲望变成一种法喜，一种菩提心，知道吗？这个叫大乘。多读一下《净明经》，维摩诘居士如何转化一切，而不是排斥一切。所以维摩诘居士叫妙喜，从妙喜净土来。所以妙喜净土是不动佛的，所有的连生小孩子都是欢喜。一般生小孩子是苦，他要让生小孩子的妈妈，生小孩是最大的法喜，生出来是最漂亮的，连魔都变成最大的护法。这世间没有恐怖，没有生病，没有痛苦，在这个环境里面去学菩提心。所以这就是佛陀要创造的，这样子是出世间，就是说虽然你在这个世间你看到的是污秽的对立的，但是你的心可以转化这个世界。各位记住，忏悔不用经常忏悔，你曾经做错了什么事情，很虔诚的忏悔一次，然后最重要决心不再犯了，再来呢赶快去帮助众生就好了。过去我杀生多，那我现在多放生，好吧？过去我骂过我爸爸，所以我忏悔一次了，然后我就开始每天就跟我爸爸讲他喜欢听的话，这样就好啊。你要积极，你不能在一直在那边消极的忏悔，却不积极的去弥补，忏悔一次就够了。你对不起你太太，跟她忏悔，太太，我对不起你，我邪淫，但是我以后不会再犯了 ，OK 了。然后你就天天对她好 ，OK 了。但是千万不要，那如果还要再忏悔，可以替众生忏悔，愿全天下男人的邪淫都我来忏悔，这样就好了。愿全天下所有杀生的痛苦我来忏悔，愿因为杀生邪淫正在受苦的众生，可能在恶鬼道、地狱道了，我们替他忏悔。但是对你自己而言，要有一个决心，一忏悔永不再犯，那这样就过了。我发觉现在很多人问题就重复，就个性不好，爱骂人，病大丘，然后他就永远改不掉，那没有忏悔。所以各位，你现在念这个，你要知道你哪里有问题，你的心态，你的讲话的方法，你对待别人的某一些态度，你真的要决心改变，然后赶快积极的去微笑，积极的去讲话。就像我是不讲话的人，我是酷酷的人，我师父说不行，你去接电话叫知客，你去接待啊，天啊，啊，你去跑银行，天哪，啊，你去恒春，哇，这样，但是还得磨，一直跟你磨，啊，叫我去读佛学院，那太容易了，啊，但是给你磨，磨到你个性改变了，主动了，要从这里面去学很多东西，所以各位要有这个决心，忏悔过去的错，然后恢复清净，然后积极行善，决心发誓改往不再做了，修来做该做的。后面这句话太重要了，各位，你只要走路啊、吃饭啊、穿衣服啊，你都要这样想，片缘法界。因为这个片缘法界，各位，菩萨界是心界，就是说你起心动念的时候，这个心就要跟法界连在一起。声闻界是身体的界，哦，我不杀生，不偷盗啊，那内心只要不要起心动念就好。那菩萨道不一样，我的心连接所有众生，我的心连接十法界，这样了解吗？念下来，一心连接十法界。对，你要一心连接创造十法界，十法界一心所造，所以你的心要影响佛的法界，你的心要影响地狱的法界。所以各位，
你说菩萨戒，我插一朵花，这一朵花上供十方诸佛菩萨声闻缘觉阿罗汉，上供诸天，上供地狱。那你插一朵花，要连接所有法界的所有众生。台湾2400万，你喝一杯水，2400万人都喝到了。你布施一瓶水，2400万人你替他布施了。你要开始练习啊、哦！啊，那这里面要我们呢，遍缘法界，所有法界维系的众生，地上的一只小蚂蚁，无间地狱的一个众生，你都为他在守戒，为他在布施，为他在点灯，这样好不好啊？你现在手上抱一个小 baby， 刚刚讲了好甜啊，把这个甜融入到给每一个人都甜到这个，让每一个人都不再孤独了。今天你念阿弥陀佛的极乐，哇，极乐世界将来往生了，太好了。但是你要把这个太好了融入在地狱法界，这个叫什么？发菩提心，体解大道，发无上心。也就是说，念头可以串联一切。所以各位，你身上有没有一只全世界最厉害的手机啊？就在你心里面啊！人家叫苹果手机，我送你一只莲花手机，阿弥陀佛那一只叫莲花手机啊。然后呢，这个手机可以跟所有众生的心放在一起。观音菩萨给你一只手机叫甘露瓶啊，它不是甘露，甘露是水吗？不是，甘露任何东西一接触到它，一点到它，就像恶鬼道一滴到甘露，马上变天人，就是这样，马上整个身体都发光。所以各位，你要做别人的甘露，好不好啊？让你的爸爸发光，让你的儿子发光，让你爱打麻将的老公变发光，光光光，你要给他念啊，他摸个麻将都发光，砰，开脱了啊。然后呢，你要一直这样想啊，遍缘法界没有对立，没有排斥，完全接受改变它。我经常去监狱，我为什么？监狱就是不好，不好才要我们去好啊。所以我跟各位讲话还没那么